欢迎收睇 Black Square Gaming， 我系阿奕，今日同大家讲《瘟疫传说：阳关大道》嘅奖杯攻略。睇之前记得订阅我哋嘅频道。嚟到第九章嘅尾声，你可以选择喺右手边潜入，又或者拣左手边应付两个全副武装嘅守卫进入正门，或者系我嘅技巧问题啦。无论我点样引佢哋，都净系可以引到佢哋其中一个走，其中一个守卫俾我引咗落去老鼠群嗰度，借助老鼠群去阻止佢嘅追捕，翻上去应付第二个。这个就可以用翻平时嘅手法去对付。首先令佢除咗个头盔，喺佢执翻起个盾之前，用石头击杀就可以啦。咁我哋就可以喺正门入去。当然你唔一定要跟我嘅方法嘅，只要击杀到佢入到道门，就可以拎到呢个奖杯啦。今集嘅奖杯攻略就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